喝了差不多一年这样，差不多七八杯了。早上起来一定要喝一杯两杯这样啊，通那个肠胃啊，上厕所又很容易。我早上起来，整个人好像觉得很精神了，啊，觉得人很好啊，皮肤又比较没有这样干。以前我常常感冒生病的，现在都没有了，身体也都比较健康了，抵抗力比较好。我就用这个水洗菜咯，煮饭咯，什么都用这个水呀、啊，吃水果也是用它来洗呀、啊，很好啊。差别大咯，那自来水有一个味道嘛，这个水比较滑，比较有香味。以前我很少喝水的。现在比较有喝水了，我感觉很滑咯，很滑，很香咯，那比较容易喝了。嗯，我会介绍我的亲戚朋友的，也有邻居啊这些，他们在考虑之中咯。谢谢 Coral Pure。